自动会面机，它利用什么样的功能改变会面的制作流程？它具有什么样的魔力，超越手工，使众多乡亲爱不释口？敬请收看《我爱发明》，会面飘香。河南烩面如何通过繁琐流程完成手工制作？自动烩面机初次亮相，制作的烩面能否赢得大众认可？请继续收看《我爱发明》，烩面飘香。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和好朋友，科学顾问彭孟华老师。彭老师您好。彭老师，看完刚刚的那个短片，您能猜出今天的发明和什么有关系吗？首先我觉得它应该是面食。嗯。从它的动作上看呢，不像是削面，好像是拉面。是不是兰州拉面？兰州拉面，你说最后这个抖的这个动作是吧？对。彭老师，您了解河南烩面吗？河南烩面知道一些。嗯。它对那个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必须把面和得非常好，嗯，然后吃起来才筋道有味儿。彭老师，您说的非常对。今天我们这个发明呢，就和河南烩面有关系。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当河南烩面的足迹已经遍布于全国越来越多的地方之时，我们栏目的记者来到郑州，想实地了解一番它的魅力所在。午饭前后，烩面馆的空气里已被浓郁的饭菜香所填满，而就在众多专注于品尝烩面的顾客中，记者却首先感受到了一股异国气息。哎，你们好。您是带着您的朋友来吃烩面的吗？对，我专门带他们来河南尝尝我们的烩面。那他们会说中文吗？会一点，不太多。不太多啊，我可以跟他们说两句。可以啊，可以啊。Hello. Are you special here to eat the noodle? Yeah, we're here to eat noodle. Can you use the chopstick? Yeah, a little bit. Do you like the eat the noodle? Yeah, I like very much.Okay. So, and do you like the noodle? Oh, noodle is my favorite food. Wow. Can you give me a word to describe the noodle? Beijing. Oh, you can speak the Henan language? Zhong. Zhong. Very good. Zhong. So the noodle is Zhong? Of course, it's Zhong.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家好。你好，你们是都在这儿吃面的是吗？是。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就是河南烩面吗？是。哦，您都是当地人吗？是。河南人。是。哎，大哥，我看您这穿的还挺讲究的，您这吃面有什么讲究的吗？吃面呢，在河南吃面你得挑。是吗？这种原汁原味的面呢，不能拉得太厚。就得稍微薄一点，这个面呢长度得够，这叫连绵不断头。那您对这个面的最好的追求，您觉得是什么样的？这碗面好不好吃，全在于拉烩面这师傅的手上，全在他这个功夫上。面和得好，拉得好，拽得好，然后下到这滚烫的这个大骨汤里，他这个有滋有味的这个幸福生活才能品味得出来。就这么一碗小小的烩面，有这么多手法啊？有。所以说我们大家平时吃烩面就都只能来这烩面馆吃是吗？嗯。要达到像那个先生说的把面做成那样的其实特别难。对，你在家做不了。哦。
一碗看似普普通通的面条，为什么它不仅仅吸引了外国朋友前来品尝，更是能被河南当地人赋予文化与神秘的色彩？究竟这一碗河南烩面是如何诞生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另一家烩面馆，打算一睹真相。哎，师傅。哎，你这是就在做河南烩面吗？哎，对，在做河南烩面，在和面。哦，您做河南烩面做了多久了呀？20多年了。对，做这个河南烩面很有讲究的。和好的面，放到第二步，放到这上面的肉。哦。那你过来看。好。那我觉得这个揉面跟我在家里揉面是一样的，家里的我都能揉，这个我肯定也可以的。这个你不行，也不行，你来试一下。嗯，好吧，那我来试一下。按照要求，记者换好工作服，也来体验一把河南烩面的制作流程。据大厨的介绍，做河南烩面必须采用优质高筋面粉，加用按比例调制好的盐水，再依次完成和面、揉面和醒面的过程。而为了增加面坯的筋度，要将揉好的面放置20多分钟的时间等待醒面，醒好的面再来揉，如此反复三揉四醒，大约1.5小时后才可以将面拿出揉成细条，揪成平均为2两的面团。但是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就捏一把就可以了是吗？一把就可以了。怎么我拽不开呀？这个可以吗？技术活你干不了。揪出的2两面团揉搓后再擀制成椭圆形面坯，均匀上油，就可以抻拉下锅了。烩面煮在羊骨头熬制的汤锅里，配以豆皮儿、粉条和特制佐料。终于忙碌了一上午，河南羊肉烩面可以出锅了。好，我来尝一口。自己来手艺。嗯，我觉得真的特别筋道，特别筋道，就特别柔嫩的感觉。但是吃起来好吃，做起来比较复杂呀。就是有点麻烦。做面条都会有面条机，那我们做烩面就不能有一种什么东西来代替吗？嗯，有啊。有。有，俺那邻居就专门做这个烩面的机器，但是不知道做了啥样。哦，那您能带我去认识一下他吗？可以啊。好啊，好，走。走。听说有人发明了烩面机，记者赶紧邀请高师傅带我们前去参观。来到河南省长葛市，天色渐黑，我们也赶到了发明人的工厂。这就是老王。这就是他发明的烩面机，但是他肯定没有俺做那手工的好吃，我感觉不行。好。老王，这就是老王。这一个朋友想看你来做的这个烩面机。我可以。啊，您就是王师傅吧？这个就是您做的自动烩面机吗？是啊，这就是我花了3年时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精力研制成功的烩面机。发明人王朝民。发明项目自动烩面机。王朝民出生在河南省长葛市，高中毕业后开始干起了机械加工行业。某天在烩面馆帮忙的妻子无意间说起饭馆厨师制作面坯耗时费力，这事儿被王朝民听到耳中，记到心里。他想要让河南烩面走进全国更多的家庭，就必须有一台机器来代替繁重的人力。于是他便开始萌生起要自己发明一台烩面机的想法。刚开始他试图通过对市面上原有的面条机进行改制，但多次尝试并不成功，于是他摒弃了面条机，打算针对河南烩面专门设计一台机器。经过3年时间的努力，自动烩面机终于问世了。王朝民发明的自动烩面机在制作烩面前，需先将配比好的盐水与面粉倒入自动和面机里，和好的面再经过揉面机替代人工醒面的工序，揉压成的面饼即可放入自动烩面机中，通过刀头切割出成型的烩面坯。烩面机第一次亮相，会制作出品质可靠的烩面吗？我们准备好15公斤的面粉，现场就来验证一番。
高师傅，像一般情况下，像这样15公斤的面粉，我们做这个面和面，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可以？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嗯。哦，那王师傅。他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做出来和面，那我们这个机器大概多长时间能把和面做好？在我这设备里边，从和面到成型大概都10多分钟时间都可以了。10多分钟就可以，很快这么快啊？那您觉得我们就10多分钟做出来这个和面效果怎么样啊？还行吧，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啊。我怎么看感觉好像您还有点担心啊？那应该可以。应该可以。那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啊。那高师傅您觉得呢？他这个机器好不好用啊？别开玩笑了，肯定不行，肯定比不上俺那手工做的。这样吧，嗯，我跟你说，我亲自让那个面皮煮熟，让你品尝一下，怎么样？好，那就试试吧。看来，在有多年手工做烩面的大厨高师傅眼里，这台烩面机显得不值一提。而王朝民知道，要想赢得高师傅的认可，只有实际做出烩面来，让他品尝，才能真正使烩面机占领一席之地。王朝民从容地把面粉和按比例调制好的盐水倒进和面机中，和面机均匀地搅拌着。高师傅盯着和面机，目不转睛地看着，还不时帮王朝民观察着面粉和水的吸收程度。看起来，高师傅对于这一台和面机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不到5分钟，原本铺满整个和面机底部的面粉就都已经和好，缠绕在和面机的面滚上来。王朝民第二步将面团拿出，放在揉面机上，开动机器，主轴滚旋转，带动着面团逐渐被卷入机器中，面团迅速被压扁成大约2厘米厚的面饼。揉面机的主要作用不仅是将不规则的面团揉压成型，更是在通过这一揉压的过程，依靠机械的力量将面、盐和水分充分融合，从而替代手工做烩面中三揉四醒的过程。数不清王朝民重复这一个动作进行了多少遍，一张粗糙不平的面饼逐渐变得光滑起来。看到他累得够呛，记者也忍不住上前询问。这个需要多少遍才可以？压好了。压好了。现在已经压好了。那我感觉这个几十遍这么揉下来，都重复同一个动作，累不累啊？哎呀，是有点累。是有点累。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揉好的面再怎么办呢？现在都放下这个烩面机上成型了。就可以已经放在这个机上了。对。好。面饼已经揉制好，王朝民迅速将面摆放在烩面机上，均匀铺撒面粉，烩面马上就可以成型了。王师傅，这个就放在这儿烩面皮了就可以出来了吗？是啊。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咸呀？放进去出来就是烩面皮了，烩面不用倒回来就可以。好，那你准备好，我看着。面饼刚被送入烩面机内，锋利的刀头就将面饼压薄切片，烩面皮像天女散花般洒落了下来。一直站在旁边观察的高师傅撇撇嘴，忍不住拿起切好的烩面坯，看机器这样的速度明显比手工做烩面快了很多，他们二位都满不满意呢？老师傅，这完了。完了。好，那我们就拿出来看一看这个效果吧。好的。王师傅，您觉得我们做的这个烩面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啊。哎。哪方面还可以啊？口感应该没有问题的。口感没问题啊。高师傅，您觉得以您这个专业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烩面做的怎么样？这根本就不行，开玩笑了，这那儿你看乱七八糟的，那哪像那儿比着俺做那烩面差太远了。你给这回拉开，原来一拉2-3米，你给这简直就开玩笑，这根本就不行。哎，我跟你说，他这个现在拉都拉不开吗？哎，是这样啊，这个面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它乱，你不要看它皮小，但是煮了的口感肯定可以。哎，我感觉口感不会多好。哎呀，要不行这样，
我给你煮几片，你尝尝试试，看口怎么样？不，去俺饭馆试试。可以啊，好。虽然王朝民机器做出的烩面在高师傅眼中一无是处，但王朝民还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机器做的烩面虽然有点凌乱，但口感肯定堪比手工。我们带着烩面坯一起来到餐馆，打算做出来让客人们也来品尝。高师傅像往常一样将面条下锅，配好佐料，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烩面就出锅了。王师傅，嗯，这个是我们机器做的面吗？是啊，这个已经做好了。嗯，对。那我看外面顾客还挺多的，要不我们把这碗烩面拿给让顾客尝一下，好不好？可以啊，看看这个到底口感怎么样。好。哎，先生您好。你好。哎，那个我看您二位是在这吃烩面呢。对。啊，那您能不能帮我尝一下我端来的这碗烩面和您吃的这碗烩面有什么区别没？您看看我端来这碗烩面到底好不好吃，好吗？行。行，那您品尝一下。怎么样？您觉得？不中，这个面浓。不紧的，您这刚吃了一口就觉得它不好啊？啊，那你看看出来这面都浓了，别这薄那个倒出来看着倒不出来了。不行，没有这个面吃筋，它这个面还有筋亮度又大了，面又白这个。你看到了吗？刚才这两位顾客他们口感都说是不太好，您的这个怎么回事？来，让我尝尝。您自己来试试吧。王师傅，您自己尝了一下，感觉怎么样？是有点不太紧张。是吗？嗯。您觉得这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还是我们机器有缺陷的？是有点缺陷。不过呢，我觉得我这个机器改进以后啊，应该做的可以了。老王，我说吧，你这做了根本就不行。不能这样指导下去了。我觉得我这改进的话，应该做的比这更好吃。那行啊，等你改进了，咱再比比。可以，再比比。那中，那等着你。好。这碗烩面没有得到顾客的好评，王朝民也有点不敢相信。烩面机这一亮相，做出的烩面不仅让顾客嫌弃，甚至连王朝民自己也意识到机器与手工做烩面的差距。回到工厂，王朝民一遍遍测试，机器各部分运转正常，可为什么做不出筋道爽滑的烩面呢？他带着疑问去到经常与面打交道的人那里，想获得点启发，咨询厨房大妈，跟高师傅了解手工做烩面的经验。很快原因就找到了。中，我明白了。原来问题出在了揉面机上，现有揉面机还需要人工操作放面和取面，而人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疲劳，出现揉面不均匀不到位的情况，面与盐水无法充分融合，就会导致做出的烩面松软不筋道。于是王朝民将揉面机改制成有输送带的面台，这样就只需要靠机器来实现面团的揉压，从而做出口感爽滑的烩面。一段时间过后，记者来看看机器改进的如何了。哎，王师傅。啊。哎，您这机器呢？啊。机器做的怎么样了呀？好了，先等我，你来看呢。哦，已经做好了。对呀、那赶紧带我去看看吧。好的，没问题。来，你看。好。这个机器啊。嗯。其实我听了很多人意见，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呢，把它现在改造的非常成功，啊，最拉沉，然后呢，口感质量也非常劲道，滑爽。啊，就是把这个揉面机改进了。对。那既然我看现在这样的话，赶紧我们用面粉来试验一下，看看这次到底怎么样。好，没问题。现在那个盐呢、面呢都准备好了，抬东西过来给你试。好嘞，走。看王朝民一副悠闲自在的神态，但不知道这次机器做出的烩面是否有所改观呢？我们拭目以待了。
自动烩面机如何改进升级扭转局势，它能否成功挑战烩面大厨，并让乡亲们爱上这碗机器做的烩面呢？请继续收看我爱发明烩面飘香。王朝民把面粉倒进和面机，马上就要开始验证。王师傅，现在那个水倒进去就可以和面了？对呀、啊。那您既然已经都改进好了，您觉得今天我们这样下来做出来这个烩面效果会怎么样？应该没问题的。应该没问题。啊，这么不信？那当然了，我已经试很多面了，确实非常成功。嗯，那既然这样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做出来这个烩面，我们自己来品尝一下。看看到底好不好，也可以。我可说好了，你今天这个烩面要是做出来不好吃，我可一点都不吃，都留给您了。哎呀，保证让你吃到一会儿还想再吃。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赶紧开始和面。好的。嗯。机器开动起来，王超敏均匀地向和面机里倒入盐水，面粉遇到配比好的盐水，在搅拌杆的作用下，使面粉里的蛋白逐渐吸水膨胀，互相粘连，从而形成一个连续交叉立体状的面筋网络结构，最终形成固态的面团。这个过程通过机器的操作很快就完成了。王朝民拿出和好的面团向记者解释着这一原理，随后倒出面团摆放在改进好的揉面机上，机器开始工作，面团顺着传输带一同被卷入滚轴内，洁白的面团在阳光的照射下也显得有点刺眼。一看王朝民舒展开的眉头，我们就知道这次操作起揉面机来，他明显要比之前轻松了很多。一会儿功夫，一块原本坑洼不平的面团就被揉成丝绸般的光滑。可以了，你看面，对，那赶紧拿过来。行，师傅好，好嘞。为了避免面饼粘连在刀头上，需要在面饼表面均匀铺撒面粉。刀头迅速转动起来，面饼通过滚轴被再次压薄后，锋利的刀头就以一秒钟出五片烩面坯的切割速度，让烩面坯出形掉落在盘里。第一个盘子已经装满，王朝民把它先放在旁边，记者帮忙一起给面坯上面刷油，这样可以使面坯便于保存，避免干裂。刷油之后的烩面坯锃光瓦亮，显得愈发诱人。王朝民将最后一点面饼放入机器中，很快所有的面饼都已经被制作成烩面坯了。完了，王师傅。啊，完了。赶紧，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好的。您看，我拿一块这样的面饼，它现在两头还有像这样的，就是这个残面的部分。你看，我用手一拿，就都出来了。对。这是刀具清理的问题。然后，如果是我通过进一步再改进，把它提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现在呢，它虽说有点小尖儿点，可是它的口感呢、质量这一块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来，你拉一下，随手就成了。我觉得比之前的那个更筋一些了。对。哦。来，你看我给你拉一下。嗯。你看，是吧？哇，这个真的就是。你看，是不是？哎，越拉好长了。对，你看，是吧？拉得很好嘛。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赶紧烧水尝一下这个面条吧，看看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好的，好吗？好。这一次用机器做出的烩面看起来已经比之前的有了卖相。我们把烩面下进滚烫的开水中，虽然没有羊肉汤，但这样的烩面能否让我们品尝出筋道滑爽的滋味呢？现在面条熟了。嗯。
那您先来尝尝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您自己第一口尝试一下。好，没问题，它看着都非常劲道。看着倒还挺长的，但是吃起来怎么样？非常黏着呢，是吗？这个好长啊。对。你看就能拉到这么长。哦，好看。那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啊？那当然可以了。那我来尝尝吧。可以。是吧？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那当然了。我之前以为会是那种生硬的，或者说特别薄啊，没有嚼劲的那种感觉。烩面的，我们河南烩面天天就是柔软光滑，透亮，非常劲道，有嚼劲。黄老师，您看这次的机器改进之后呢，烩面的口感是明显提高了。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烩面呢，它要求这个面呢一定要醒得好。嗯。里边呢要掺一些盐，另外呢在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用上力。我在这儿呢，就做了两个滚子，两组滚子。你看这组滚子中间的缝隙比较大。嗯。如果说把面放到里边去挤压，我们看挤出来的效果呢，它就不是。混合的就不是那么好。我们看呢，把这个橡皮泥搁在上头，这个缝隙比较大。嗯。经过挤压，现在可以把它撤出来。嗯。看一看。什么样的形状？它是不是混合的并不是很好？不是很均匀。哎，不是很均匀。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混合的更均匀更好呢？嗯。我就可以使这个缝。更小一些，窄一些，更窄一些，这样对这个面呢施加的力就会更大。嗯。我们还是来压这块面。嗯。那我们看一看，经过小缝的这种挤压，你能看到这面薄了啊？挤出来的这个、不但是薄了，嗯，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几种颜色的粘合在一起，很紧密？对，嗯，很紧密。嗯。我们再看它机器上呢，还有一个改进呢，就是它利用传送带来。传送这个面，经过多次的这种挤压，所以就可以使这个面和水还有里边所掺入的盐能够充分的融合，达到这种非常筋道的这种面的这种效果。王朝民发明的自动烩面机已经可以做出筋道爽滑的烩面。为了检验自动烩面机和传统手工做烩面相比会不会有很大优势，我们让烩面大厨高师傅在村里邀请了很多家庭烹饪能手们，来和王朝民的自动烩面机一决高下。高师傅，你好，你好。我看今天啊，邀请这么多村民呀、啊。哎，来，我们村比较能干了。我们邀请的这些村民都比较能干的。哎，平时在家做烩面吗？哇，哇，喜欢吃烩面吗？啊。那高师傅，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来和王师傅那个烩面机做比赛的，它可不比之前您见的那个机器了，比原来那个好多了，然后这要改进了，对，改进了，而且口感也不错，我尝过。然后您看我们今天就来和王师傅这个机器比，有没有信心呀？有没有？有。好，那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比赛怎么样？一定赢他。好，一定能赢。啊，哎，对了，要他要是那个。比赛我跟你说啥吧，有个啥问题？他那个，他呢，咱要用手工和面的，也不让他和面，有时间，一个多小时，面做的轻一些。我肯定我速度。高师傅告诉记者，因为人工洗面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决定双方都使用王朝民机器揉出的面，然后人工队和自动烩面机来比试出面皮的速度，这样会比较公平。如果是要比上他们说这个光比上成型这一块也可以，就这我觉得很有信心，肯定比他们，是这个稍微比他们生产的快。就这样，您很有信心能比他们快？那这样吧，大家觉得谁比较能干一些？我们今天就来比赛，我们需要六位村民，好吗？一边站三个，大家觉得谁可以啊？都可以啊，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那行，那这个就交给您了，您来给我们挑六个，我们就准备开始，好吗？好好好。看到来参加比赛的乡亲们个个都激情饱满，王朝民请到其中一位来给自己搭把手帮个忙，顺便也来体验一下机器。趁人工队开始准备的时候，王朝民抓紧时间开始和面，
高师傅则精心挑选出五位属于自己的团队战友，发放围裙、袖套，做着比赛前的准备。机器很便于上手，和好的面再通过揉面机的揉压。打理好比赛装备的人工队也来到机器前参观。一旦面粉揉好了，给折叠起来的每一层面上撒好淀粉，再将面平均分为两份，万事俱备，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面称好了吗？啊，好了。这两块面分别是多少？18公斤。18公斤啊。那你觉得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你有没有信心能赢过王师傅？有，一定赢的。为什么这么自信呀、啊？他机器可快了。因为我人多呀、啊。人多、啊。我全部精英团队。精英团队。好。哎，大哥，你觉得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比赛，能不能赢过他的机器、啊？能赢的，哎呀，那算啥嘞？那他机器可快了。啊。他机器可快了。咱比他还快。比他还快。周英觉得呢？哎，肯定能赢他。都觉得能赢过他的机器啊。啊，好，那我那个王师傅啊、你看这个对手，他们都特别有信心能赢过你的机器，你自己觉得呢？哎呀，用设备生产这不是论人多的，啊，主要是看效率的，看最终结果的。我觉得，我跟你说，他们呢，再有6个，我跟你说，也没有我的设备快。哇，你夸下海口了，那你今天有几成的胜算呀？哎呀，应该100%的。100%。嗯。好，那我们就看看结果啊。行，下面哎，乡亲们，你看他们这么两方来比赛，您对哪一方？肯定我们能赢。您觉得哪方能赢？这么团队能赢，他的机器也是手工能赢是吧？手工能赢。为什么觉得他机器不好啊？不是他的机器不好，他机器现在我看不是很先进。你觉得他机器还不够先进？还不够先进。好，那您支持人工队是吧？那我现在支持人工队。啊，您觉得呢？我支持机器，机器快。您还支持机器啊？机器快。那我们人工就是我们观众这样吧，就支持开机器的，我们去到机器台那边给他加油。支持人工队的，我们留到人工队给他加油，好不好？好，那你去那边去。好，行。那王师傅，你准备好了吗？啊，王师傅，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好，那既然准备好了，我们预备开始。好。一声令下，双方都迅速将情绪调整到比赛状态。人工队分好工后，就赶紧用菜刀把整块面分切成均等的细长条，然后再揪成大小一样的小面团，接下来就可以用擀面杖擀制成烩面坯了。而烩面机就轻松许多，刀头每旋转一次就可以切割出5块烩面坯。机器看似构造简单，但齿轮咬合密不可分，任何一个零件都缺一不可。王超明的自动烩面机此时已经完成了第一块面饼的烩面坯制作，接着他迅速将第二块面饼放入机器内。看到机器工作效率之高，高师傅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也投入极大的热情，压面饼、擀面皮、刷油，配合相当默契。看大伙这架势，没准还真能赢过机器呢。哎，高师傅，我看你们这边气氛挺热闹的呀，能不能赢他？肯定能赢。这么有信心啊！你看我马上就要弄完了，快弄完了。分工还挺明确的，是吗？那当然了，团队团结得很。团结得很，师傅您怎么样？我看你手下面特别快，是不是平时就在家干活呀？这是必须的。您觉得这样够累不累呀？累倒不累，劳动强度也不大。那头上这汗都出来了。我这今天穿太厚了。啊，今天天气。不是累的原因是吧？不是。哎，师傅您觉得呢？可累。那这样吧，我们今天我们要是能赢过他的机器的话，中午请大家吃烩面好不好？光光啊，不行，光烩面不行。光烩面还不行。刚给老王说了，还有6个人6斤羊肉，一人1斤羊肉。好，师傅你能准备得了吗？没有问题，这样能赢过我们，我跟你说，一人1斤羊肉，没有问题。好，大家加油啊！好，没问题。听到如此诱人的奖励，大伙儿都格外开心。而此时王朝民已经切割出所有的烩面坯，开始最后一道刷油的工序了。或许为了离胜利更近一步，我们发现人工队的人数从开场时的6个人忽然增加到了8个人，桌子上的面也所剩不多了。师傅，我看你们这边好像是不是慢了点，他机器那边
过来。您的完了，王总，您的完了吗？哎，我完了。哦。但是，哎呀，我看您这摆的挺整齐的，站起来这个好多这个残渣。还真没有那样，我咋感觉我连站我一块都快成了，啊，基本都没有了。那好了，哎，我们人工队这边停，可以不用干了。哦。好。剩下不多了。王师傅，您看他王师傅那边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人工队这边还剩下那么一点。也没了呀，就是你看一二三四，剩几块了，剩几个，一二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师傅，您看他机器都结束了，我们人工队这边是不是还慢了一点啊？哦，现在我感觉还是人工队比较快了，人工队做的还是比较整齐、比较干净，还环保卫生。你看做的没有一点散杂。所以说现在还是人工的赢了啊、哦！您觉得还容不容易？还是人工的赢了，好，人工的好。那我看这边，师傅，您最早刚开始支持机器，那看来您今天支持对了，这个发电机器好不好？好，丝毫不知道是正常的，跟手工的口感一样不一样？叫大家伙儿尝尝，看看，尝尝，看咱们了。好，没问题。虽然这场比拼，王朝民的自动会面机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人工队，但是村民依然对机器做出来会面的口感抱有疑问。我们把机器做出的会面坯盛放在餐盘中，让村民都带回家和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评判。这回乡亲们就能吃到自己在家做的会面了。虽然不能熬制羊骨汤，但是大伙儿依照自己的喜好可以做出清汤烩面、鸡蛋烩面等不同口味。正值午饭前后，乡亲们的烩面也已经做好了。那么这样的烩面到底能不能赢得大伙儿的认可呢？这面都做好了，做好了，我闻着味道就进来了。好，那您赶紧快尝一尝。一碗热气腾腾的烩面，在这位古稀老人的眼里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奶奶，您吃这个面好不好吃啊？可好吃。好吃啊？啊。那你知道这个面是怎么做的吗？儿子做的。你儿子做的呀？好吃吗？好吃。看来机器做的烩面已经获得老人家的认可。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二家。这个面条您吃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啊？面，面非常有嚼劲儿，这个面，这个面你看下锅这么长时候了，它还不烂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吃了口感非常好。有嚼劲儿是这位年轻妈妈给出的评价。最后，我们来到烩面大厨高师傅家中，这碗机器烩面搭配上他自己调制的佐料，高师傅又能给出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高师傅。哎，你好，你好。啊，都已经开始吃面条了。啊。这个烩面怎么样啊？怎么感觉还可以？啊，也有，也有嚼劲儿，也挺筋的。面也比较总体的光滑，还可以。不过，从我内心来说，我还是感觉它没有手工做的好吃。差哪一点呢？说也说不出来，但是就是感觉它没有手工的好吃。机器烩面虽然已经具备了嚼劲儿、光泽等优点，可是高师傅出于对手工烩面的留恋，他的内心依然觉得有一种语言难以形容的差别。虽然机器做的烩面赢得了大多数乡亲的称赞，自动烩面机和人工相比的效率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优势。面对如今不算成熟的机器，王朝民仍然坚持要做得更为完善。查阅资料，设计图纸，组装焊接，一段时间过后，新的自动烩面机又可以亮相了。王朝民发明的自动烩面机通过淀粉斗均匀铺撒淀粉，再通过滚轴将面饼压薄，刀头旋转切割出的烩面坯落在传输带上，最后由油刷在面坯上完成自动抹油。那么这样改进后的自动烩面机会不会比原来的效率好很多呢？想用试烩面？对，先我们试烩面吧。好，那就试试烩面。看王朝民如此自信的神情，我们赶紧将揉好的面放入机器内，淀粉斗转动，均匀地将淀粉铺洒在面饼上，刀头依旧切割出每块二两的面坯，残面通过滑槽被清理干净。
最后通过塑胶管将油传输到抹油刷上。而这一回，王朝民就只需要把输送带上成型的面坯捡起，码放整齐。整块面饼都做完了，这一次的效果到底会怎样呢？完了，这个效果是不是还是不好啊？这一次可以啊，来，老师你看看，这皮是不是？嗯。多好啊！嗯。你看又磨了，你看，哎你看，是吧？多么均匀啊！对，这个把油都会撒在上面。哎，磨得非常均匀。嗯。哎，这皮你看成型的这皮儿要非常好看。啊，那你能帮我拉一拉吗？我看看这次撑拉的效果怎么样。可以啊。嗯。来，你看，轻轻一拉，然后再一拉，嗯，是不是？再拉一下，哎，是不是？嗯，面看起来还不错。对呀。那王师傅，您现在对这台烘面机还满意吗？非常满意。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了。对，但是我们的高师傅呢，他可一直不太服气，他觉得您的机器和他的纯手工做出来的烩面比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是吗？可不是差一点点，差的多了。那您有没有胆量我们和他们纯手工的烩面来比一比？比试就比试，没问题。改进后的自动烩面机效率明显好了很多，不仅可以先将面粉撒在面饼上，而且刷油均匀，极大的提高效率，节省人力。王朝民还告诉记者，现在的自动烩面机只要轻松更换刀头，就可以制作出例如烧饼、拉条等多种不同类型面食，相当方便快捷。但是烩面大厨高师傅认为，前一次比赛用机器揉出的面只比较了效率，并不能真正体现出手工烩面的优势。面对现在更先进的烩面机，他依然想再决一战。于是为了这次的对抗，我们让高师傅专门邀请到20位和他一样做烩面的大厨们，把总共100公斤面粉发放给大家，并且提前用手工把面和好，来一次纯手工的较量。这次我们把比赛场地设置在村委会门口，机器刚摆放好就吸引来男女老少的围观。趁人工队还没有来到现场，王朝民便把分配给他的100公斤的面粉抓紧时间和好。面对今天这场比赛，围观的乡亲们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阿姨，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比赛，您觉得这个手工做的烩面好还是机器做的烩面好？手工，手工。哦，您不信他那个机器是吗？机器快，手工做的好吃。手工做好吃。啊、小姐，您平时家里经常吃烩面吗？吃啊。是啊。你觉得这个烩面的面怎么样的就算是最好的？那只要筋。只要筋就好，是吧？啊。那你看我们机器做的烩面好还是手工做的烩面好？你预测一下。那就是吃了肿，不吃不肿。吃了肿。啊。好，行，那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烩面让你尝一下好吗？那好，尝尝都肿，挪筋挪不筋的。好，没问题。话音刚落，高师傅就带领着自己的专业团队，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现场。王师傅。你看您的对手们都来了。嗯，这么多呀、对呀、辛苦了！您这今天队伍可真够强大的。那肯定啊，这都是我们厨师界的精英，全部做烩面做好几年了。那我们这个烩面醒好了吗？已经都好了，我都醒了2个多小时了。醒2个多小时、那您今天看看我们这么多团队啊，跟他这个来比，你有没有信心能战胜他这个机器？那肯定有信心，我这么多人呢，人多力量大嘛，是吧？是王师傅。啊。你看对手他们跟信心都满满的，你这个挑战的信号特别强啊。对，我接受挑战，但是我觉得不在人多，还在我的设备进化程度。但是我们今天可不光比速度啊，我们这个质量可跟纯手工的来比，你觉得口感能达到这个要求吗？我的设备上做的口感这一块也仍然是一流，我很有信心，没有问题。你有几成的胜算？100%。你一点都不紧张吗？那当然了。不紧张，不紧张。好，准备开始。开始。好。看对抗双方火药味十足，一声令下，各自迅速转身投入比赛，瞬间给现场营造出挑战的气氛。今天要战胜旁边的那台自动烩面机，对于高师傅和他的专业团队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都认为机器做得再好，也不可能和五六年烩面大厨的手艺相提并论。而这边的王朝民一点不怯场，仍然坚信自己的烩面机一定能战胜旁边气势高昂的人工队。显然，这样一台能做烩面的机器，在乡亲们眼中都倍感新奇，老老少少几乎要将烩面机围个水泄不通。人工队的大厨们这回采用按步骤进行的策略，都统一把揉好的面团揪成大小一致的小面结，然后再用擀面杖擀制成烩面坯，最后统一给面坯刷油。时间过去了一大半，本来专心比赛的王朝民不时眺望着人工队，忽然间他好像发现了什么，迅速朝人群中跑去。来来来，爷爷你打我车来，来教用你，这教用你这。恁是咋弄的这事啊？恁咋我这些了？马上好，给恁帮忙怎么样？啊，给恁帮忙怎么样？啊，不用。哎呀，来吧，小主板趴下，手中的小来给恁帮忙，听着劲儿。哎，哎，你怎么超时快板来了呀？哎呀，我这看你的机器怎么样啊？我的机器他马上都完了，你看他现在还会打嘴嘞。那你别管他们了，我们赶紧。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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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烩面机把一大半烩面坯都制作好了，怪不得王朝民显得如此轻松，真是研究发明和生活娱乐两不耽误呀。而人工队这边的烩面坯也已经堆积如山了，大伙儿虽然辛苦，但都埋头苦干着，王朝民也不敢松懈，烩面坯犹如排列好的队伍一般被整齐划一地传输出来。可他这起身关机器又是发生了什么呢？兄弟，哦，怎么样了？咋了？哎呀，你这还一大嘴嘛，你还？张龙啊，我姐姐给帮你做点。老王，不要高兴太早了。啊。你的速度可能比我来快一点。那比你快多了。快快快。嗯。但是你的口感不一定有我的手工的好。哇，你的意思还想咋比比口感呢？哎，对。那张龙，咱下面吧。下。好，下面走。走。王朝民已经把总共100公斤的面坯制作完成，而人工队仍然还有剩余面团静静地躺在案板。虽然速度上机器略胜一筹，但是烩面的口感还得品尝了才能得出答案。于是我们布置好炉灶，机器和手工的烩面各用一盘，分别下在两个锅里，请现场的乡亲们来做评委，以红辣椒作为打分的工具，让乡亲们品尝之后来告诉我们机器和手工究竟哪个会赢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呢？拌好汤料，撒好香菜，围观了一下午的乡亲们都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品尝了。到底哪个锅里的烩面更好吃呢？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吃烩面的标准细细品尝，做着比较。虽然乡亲们都分不清左右两边哪个是机器哪个是手工，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村民很果断地做出选择，也有村民面对两碗烩面犹豫不决，难以取舍。那么这两碗面到底吃起来会不会有区别呢？咱蒸点水，那好吃。尝一下，这个好吃，这一个有点稠。哦，你觉得不行？啊，这啊这筋，好好好，你觉得筋道？那感觉这好吃，放那。嗯，装的一盘都不下。你看那个孩子们。您尝了一下，您觉得这碗好吃还是这碗好吃？这碗好吃啊！为什么说这碗好吃呢？口感好啊！是什么样的口感？细腻。细腻。嗯。筋道不？啊，对对对对对。那您猜一下，我们这一碗是机器做的面还是手工做的面？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你把这一票投给他吧。好，谢谢。看来，即便两碗烩面难分伯仲，但是只要经过乡亲们挑剔的味蕾，也是可以感受出其中细微的差别。最终，机器做出的烩面得票数明显高于手工烩面。二师傅，嗯，那看来今天的节目已经出来了，您这忙活一天，熟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了，说明老王的机器就是不错，做了面就是好。我认输了，服了。服了，嗯，服了。嗯，王师傅，嗯，那看来大家好像还是更喜欢吃您的机器做出来的烩面。那这肯定啊，机器做的面就是好吃。
那您现在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值吗？值，非常值。好。王朝民发明的自动烩面机，通过淀粉斗给面饼自动铺撒淀粉，随后由刀头完成面坯的成型，最后由滴油管和抹油刷给面坯上油，实现了自动批量制作烩面坯的需求，每小时可生产1000公斤烩面坯，高效快捷。王朝民发明的自动烩面机实现了这个快速高效的这个烩面的面坯的生产，而且它制作出来的这个面坯呢，它的质地比较均匀，面团的组织较好，它的延展性非常好，最后做出来的面的口感很筋道。那么如果从进一步完善的角度来看呢，和面和揉面还是由另外单独的机器来实现，如果能把这些功能这个集合起来，同时呢在送面和这个面坯整理方面呢提高它的自动化，这样的话呢更利于它的整个生产线的这个实现。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进行了精彩的点评，谢谢。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或者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同时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科教频道，关注其他精彩的节目，再见。他78岁高龄依然身体健硕，疾步如飞。他发明的钓鱼器不怕风雨，不怕漂浮物，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鱼漂。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钓鱼神钩。他78岁高龄依然身体健硕，疾步如飞。究其原因，酷爱钓鱼。发明的钓鱼器不怕风雨，不怕漂浮物，因为它根本不需要鱼漂。究竟是怎样的构造能感知鱼饵上钩？又是怎样的设计让鱼饵有来无回？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钓鱼神钩》。